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我们今天来教一首李玉刚的《刚好遇见你》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弹。第一个是 Mi7， 第二个和弦呢是这个 F。我们可以用你的大拇指按在这个第六条，那记得夹子要夹一个。好，再来是下面的一个是 C。最后一个是 G， 好，就这四个和弦。那我们来看弹一下前奏哦。第一个呢是用一个点弦零二，那它原本的音乐呢是用滑弦的感觉的。好，那我想说让大家好弹一点，简单一点点，我们直接在上面用一个点弦就好了哦。一个零在第几条呢？第四条上面，然后零中指压下去，可以吗 ？OK， 接下来下一个你的 A Mi 先按好了哦。食指已经先按好了哦，再抽，大拇指弹第五条，好，再来，这两只食指中指一起拨起来，第二三条一起拉起来，好，回来大拇指第四条再弹下去，再抽，可以吗？接下来下一个呢，哦，你的 A Mi7 已经按好，对不对？大拇指过来按在第六条。第六个，第六条，第六条，第一个说错了哦。再来一样，跟音弹第六条。好，那后面都是这边弹一样的哦，拉拉四，可以吗？下一个呢是 C A D D 九，那按着 C 以后再加一个小拇指在第二条的第三个。好，那弹一样，第五条。啊，它只是根音在变化了，那其实后面这边拉拉弹都是一样的哦。最后一个是 G， 好，一个垂音，一样哦。这边右手拉起来是双音，两个声音，好，食指垂下去，然后再来是一样再拉起来零。好，那它这边也是一个是滑音哦，它原本的音乐是有没有？它原本是这样，那我们把它再简单一点，变简单一点，就变成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把前面全部连起来了，准备喽。可以吗？这是前面，那我们弹快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下一个，再来 ，F 一样。好，那这边有点不一样的是 C。好，那这边怎么弹呢？按着 C A D D 九。好，这边下面，哦，这边是小拇指已经按好了哦。弹起来，右手弹起来以后，小拇指往下滑，可以吗？那这样滑当然是没有声音了，所以你要是弹完以后再滑。记得在滑的这个瞬间呢，你的小拇指还是要压紧，哦，不然你会滑下去就没声音了，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声音就不见了。你一定要压紧小拇指，然后这样滑下去，这超痛的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这个小拇指特别爽。来说，滑下来以后，然后再拨一次，回去 G。那刷去的时候呢，刷到第二条就好，不用刷到第一条，可以吗？这是它前奏的部分，我们再弹一首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